你还会想要去打架吗？如果有人走这个方向，应该要遇到了。我现在大概知道这地图的出生点了，这四个一直在换而已嘛。就是左下角两队，右上角两队啊，树那里两队，然后我们这里两队，显然他们进谷仓了，我们就可以跟嘛。不知道他们在哪。是你，你会去左边还是右边收？一定是左边嘛。干他，喘口气。有脚步哦。又不是打不赢，直接宣战呢、啊。这是你吗？你为什么用手枪？在哪里？你确定是真人？不确定还是？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。仓库，你有雷吗？在那个大仓里，如果有人的话，如果不是人机的话，我先，不然我怕你有嘎。你没带枪哦？就这把？你只带了这把枪吗？那你先走，那你没用，你先走。计算机，真人死了，没有好不好？我打好了。
哈，那个拿 UZI 的人气也太强了吧？那你就被 ban 掉了、欸。那、啊、你去填你刚那个包，因为我不知道在哪，你去填呗。那个拿 UZI 的人气太强了啦，他在，不是他没有那个。伪装者不是没那么早吧？开局10分钟而已，这什么？啊，真假那么好？哎、欸，你开枪吗？那我们又来火了。听到枪声了没？那就好。有很多吃的，你可以捡。隔壁洞也很多。我去捡一下饮料。那你不是说你刚杀了一个真人？他的包是真人的吗？是还是不是？哦，那就好。我怕不是，然后等一下要跳出来。没有卧底吧？DI 只有人机有吧？卧底会给 UZI 吗？不一定一，那卧底也太早出生了吧？很像啊，因为我快嘎了啊。那个伤害跟那个整度只有卧底打得出来，那个人机哪那么强？我差点就嘎了、欸。如果他再不准一点，我就嘎了，因为他全部打在我的胸口，他打在手上或头上，我就没了。你的背包还够装吗？没有啊，是我的啊。有哎、欸，我猜他是卧底。一天不清掉，一天不爽。卧底啊，不然早上来干我了。我会不会出个什么意外？他拿喷子全喷中之类的。
对。哎呀，不要不要开枪，我们去找他，去找他，去追那个枪声。马路上死了一个人机。我没有在看呢、欸，不是他啦，就是卧底啦。人在附近，这里死过人，一定在这附近。我看到人在路对面，我绕一下，我绕一下、哦。是不是收完旅馆想跑啊？我在马路对面了。哎，我们排一下点，就躲在房子里。嗯，如果没有，就算他好运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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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有有有有有有，楼上楼上楼上，你们得。嘎了，不强。讲你捡的吧。可以把他的，哦，算了。好，你丢地上。傻小，一个六万块的东西耶，那你捡，那我就把其他捡走，那个六万的给你。那我把其他的都捡了。我只能说，他是那个回来的。那个四个的急救包其实很贵，手术包啦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
有没有一种可能？我可以把他的战术背包给那个胸什么的给。搞了。就是他啦，猫上的人机啊，我嘎了，我把嘎了，说错了，不是我嘎了。直接把它清空，再把我的东西丢进去。然后被吴少宇捡走，没有啊，应该没有那么恶劣吧？他好肥哦，难怪他跑那么快。我想说，跑那么快去哪？还直接看到我们，直接躲起来。他当时害怕极了。而且他是不是卧底啊？他身上那两把枪就是卧底啊。可是他真的那么勇，一个人把旅馆用这两把枪打下来了。那他有点小强，不可能用那两把枪把整个那叫什么旅馆打下来吧？哈？有那么烂的人吗？那就撤了呗。哎呦！还有人呢，撤对不对？那我们撤，只是他很近，他很近，他很近，他离我们很近，拍这个才是，这个才是旅馆的人，不然就他队友来找我们了，过好不好？不经过这，他经过这，我一定给他一个大惊喜，让他晚上睡不着的那一种。他敢经过这条路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做噩梦。你好了没？我们回去很远了。我们可能还会被卧底蹲。不会每一个都要还给队友吧？哦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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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干，你把我顶飞去，飞出去嘞！
吴先生啊，你可以不要走的那么危险吗？应该不用再进去看一下了吧？虽然我觉得里面打过架，应该会有包可以捡。那个人又没舔包，那个人只是用他的命开到那个就跑了啊。你走错路了。哎呦，你不要走走停停！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人就是因为你停一下，我们两个都嘎了。傻小，他要怎么走？好吧，那我喘两口气，那就收了啊，都来了。哎，有没被开的东西，我去开一下。没被开，对不对？就开了一点，然后，来吧，来把大枪枪，真的、哦。干木星有屁用啊！15000块的镭射瞄准仪，哎，里面有脚步，不知道是人机，不知道。最大那栋有脚步，好，你等我，我也去地下室找你。那是你吗？为什么是踩铁皮的声音？走。我先，你比较肥，走开啊！嗯，没被抽。那他很强欸，他没开什么东西，为什么可以开那么多东西？为什么可以开到一个大金？是有脚步的哦，有可能有人哦，不是，我的装备应该是不至于被秒，除非被爆头。你的话呢，自求多福哎。我的枪比你的屌100倍，好不好？你的那个什么连发狙有什么用？把它找出来，好不好？在二楼，再叫！等一下，我上来，我先屏蔽你。他在营救，啊！头顶。在房间里，对，那你，干，这游戏的声音也太大声了吧！直接一个听光光哎。他一定是那个，一定是卧底。被其他玩家锁定。
我不要那个枪，我不要那个枪，那个枪没什么。那2600块，好了，我觉得。先来喝个饮料。等一下哦。哦，饶了我吧！什么叫空间不足？不足你妈了！哎、欸，有一把 AK 哎、欸，你要捡吗？你把 AK 捡走好了。嗯，哦哦哦，所以你不要，那能，这应该也是 boss 的，哎、欸，我们还有多久要撤啊？哦，那很够啊，不好意思，十二 K。很便宜，不用钱。嗯，4000块而已，没有改装了。嗯？所以他是真的开完直接闪人了。好恶心哦！那被俩包了，三大岁。哎、欸，如果我说如果，我们如果下次也去那个，我们下次就在我们刚蹲到人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去比较强的那个图，有没有一个可能叫做嗨翻天？撤了呗，好像都被开过了。今天是我们要打的死。我的，这个是我的大金大金大金，干怎么是空的啊？怎么好像我头顶还有人？怎么好像有人在叫？有空投哎、欸，要不要入顺路去？搞不好还有一个十级包啊！算了，好多人机哦。
无人机哦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哥。滚呐、啊！干，我要在大平原里跑步了。不要打我啦，打吴少宇嘛，他比我还要肥，去打他。先点跟撤了一点，然后都有人机。完了，我看到他在瞄我了，快跑啊！跑起来啊！我还顶他。其实我也赚很多哎、欸，因为我最后自己去开的时候开了很多东西，其实我也赚很多，是真的不少的那种多。我没空间了，超级可悲。